东家，还有一个时辰就开业了，门外已经大排长龙，长着周会里签订的轿子也都在路上了。眼下，我们怎么办？小姐，要不我们生火马上把它烤干？没有用的，这木云纱是用不同质感的蚕丝混制而成，所以在阳光的照射下。 才会呈现出不同光泽，用火烤会烤坏布料的。这么好的料子，真是可惜了。二胡，哎，东家，我们还剩多少匹木鱼沙可以卖？这里里外外加起来，最多只有30匹。30匹，这可怎么够呢？ 损失布料是小，失信常客是大呀。开张前，他日夜都在铺子里盯着，工地您是知道的。昨日他跟席掌柜也里里外外都查看过了，可怎么也没想到下这么大雨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侄女儿缺乏经验吧。现在是雨季，更该仔细周全。我们二房那些店铺就从来没发生过如此纰漏。 是席某昨日看管不力，请头家恕罪。席掌柜，你快起来，这是做什么呀？你起来呀，起来，席掌柜。昨日是你我一同检视不行，一切准备就绪方才离开。如今出了问题，也是我的责任。你快起来吧。 为今之计，只能延迟开业了。这谭儿自作聪明，开业之前大肆宣传木云沙如何如何好，张之洲和许县令都问过我了，能不能提前定得上？早知道是现在这种情况，当初还不如交给我去卖。现在可好，万一那张之洲和许县令心中介怀，那咱们苏家布行这生意还怎么办呢？ 就是啊，你们家到处给人宣传木云沙，还说市面上从未见过的料子，我天不亮就过来排队了，一直等到这个时候，连句说法都没有，耍我们呢？收不住，收不住，快点收不住！东家，您为这铺子付出良多，我们都看在眼里，可我们只有30匹木云沙，以我们的制造速度，要做出足够的应付客人，还需时日啊。对，席掌柜说的对，延迟开业是个法子。哟，出什么事儿了呀？这是。 大少爷，您还是先回吧。别去，奴婢也敢拦着我，没规矩。妹妹，大家先去忙吧。来，屋顶刚漏雨，哥就来看热闹了，消息真灵通。我关心你啊，妹妹。我消息灵不灵通不重要，关键是祖父都已经知道了，你打算？ 作何解释啊！我说开不开门呐？给句准话就那么难吗？再磨蹭，信不信我砸了你的店？就是，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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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舅哥不在家里头好好养伤，到我们大房的布行干什么来了？你赘婿，没事瞎插什么话？怎么，还想打一架吗？上次是我大意了，那这回是我们大意了。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怎么回事啊？
这客人都在外边呢，这事情多严重，你肯定解决不了。然而我打小就看出来了，这你呀，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哎，哥哥，请回吧，我现在就去宣布布行延迟开业。 谭儿，你忙了一夜了，歇歇吧。我来宣布这个消息。大家说，我们大家等了，我们交代了。 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现在我宣布苏氏布行正式开业。林毅，你要干什么？ 谁让你宣布开业的？徐掌柜，这会儿就别顺着了，把那些干燥的木云砂都拿出来吧。姑爷，这开业可不是闹着玩的，东家花了这么多心血，你可不能胡来啊！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谭儿，我问你，今天要是不能开张，不就随了二房的心愿了吗？这是你想看到的吗？当然不是。不是就对了，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一条，信守诺言，答应夫人的事儿就一定要办到。 我说能帮你拿掌印，就一定能拿掌印，所以今天这业还必须得开了。姑爷，您从不做生意经营，怎么能下这样的保障？我就问你，敢不敢信我一回？咱们赌一把，要是赌赢了，在老太爷面前你就是力挽狂澜的化世人；要是赌输了，你也没什么损失，顶多就是不能开业。 这木云沙是会有的，你们的路数啊，我见多了，让人在外面等一会儿，挪到里面又等一会儿，怕是根本没有木云沙，这不是糊弄我们的吗？就是。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嘿，又说这话，倒是拿出来呀！要是没有，我把你的店砸了。我说什么来着？就得请这些老流氓。这换人一老啊，他闹的事儿比你嗑的瓜子儿都多。瞧瞧。 多有经验！诸位请看，木云沙，小姐，大少爷。 真漂亮，哼，故弄玄虚。这就是本店新品木云纱，已经在各位手里了。苏老板，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哇，这真有两种颜色，果然做工精细啊！这木云纱是我苏氏布行以不同质地的蚕丝混制而成，在日光的照射下，可以折射出不同光泽，就如天边降云一般，变幻莫测。 若是制成衣衫，薄如蝉翼，夏不生汗，行不生香。那这样一瓶木云纱要卖多少银子啊？就是啊，只需3000文。3000文，这么贵，抢钱吧你们！您先别着急，最终的定价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您各位。我们还想骗？
哎，谁说不要钱？谁说不要钱？您可算说对了，只要参加我们的活动，最后这布啊，还真有可能不要钱就拿走。真的假的？苏氏布行的伙计们，都给我听好了，有一个算一个，都给顾爷我忙活起来。是。亲爱的顾客，让您各位久等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所有想购买木云纱的顾客朋友们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次活动。在场的每一位希望购买木云纱的顾客都可以找自己的朋友来帮助自己来参加这个活动。看到这个转盘没有？上面有很多区域写的都是可以减少的金额，您站在红线之外，拿着这一把剪刀砍中哪个区域，比如说砍中了减100文，那么价值3000文的木云纱，您只需花2900文就可以带回家了。另外呢，您可以最多挑选5个朋友来帮您进行砍价，每多邀请一名朋友呢，便可增加一次投掷剪刀的机会。最终呢，从3000文减去这5位朋友帮您砍下的价格，就是您最终获得木云纱的价格了。我说也说了这么多了，您各位听也听了这么半天了，有没有想尝试一下的呀？哎，这位姑娘面最善，来，您先尝试一下。我会转动这个转盘，敲响这面铜锣，您就可以扔出去了。好啊，来啊。准备了啊，开始。减300文。等于说这位姑娘，您为你的朋友砍下了300文的价格，如果这位姑娘想要买我们的木云纱，只需花2700文就可以得到了。哎，那我呢？您是给您的朋友砍价，您要想买也可以找朋友帮您砍价啊。哦，我是不是还可以再找4位朋友替我砍价呀？那您算说对了。那能不省不少银子呀？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我们会记下来，您各位把这个钱啊交给我们苏老板，我们苏老板呢会给您一个号牌，等到取货日的时候就可以把木云纱取走了。那今天不能领取啊？今天不能拿呀？各位，您都想什么呢？我们这么好的布料，给您这么大的优惠，就不能多等几天吗？今天不错了，我们省了很多钱呢。哎，老板，你这活动如此有趣，到底叫什么名字呀？就是啊，叫什么名儿？我们这活动啊，叫拼刀刀。拼刀刀，第一次听说呀，还挺有意思的。这种微末伎俩，也说得出口？他以为人人都很贪财啊？行了，就别议论了，赶紧叫朋友帮你砍价来呀、啊！哎，我也差不多。哎，这边是没有什么砍价，还真谈啊？你说他……哎，我也去。你个畜生！孩儿娘，把钱放下，赶快拼刀刀去。走，老婆，咱们去拼刀刀。什么拼刀刀？一会儿啊，头准点，娘给你买肉包子吃。什么拼刀刀？看看去，看看。刚才你不还是给你的朋友减去了300文的费用吗？对，这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来，二胡转起来，开始。减500文，哎呀，好棒！来，恭喜！这刚刚是第一位啊，您后边还有4位朋友呢。来，咱们转起来，二胡。还是500文，我这病都要犯了，这两个人就多了1000文啊！得了，第三位，开始，快去帮我砍一刀，砍中600文，给你小钱。待会儿你一定要帮我扔准点。好，来，快来。
减300文。待会儿一定要帮我认准一点。这武术就免费啊？别喊了，快点啊！减100文。一会儿扔着600文那个，这5次呀就免费了。减600文，这是我们最大的奖项啊！现在诸位已经拿到了票号，请诸位呢在取货日来到我们苏氏布行来领取心仪已久的母云纱。我宣布，本次拼刀刀活动暨苏氏布行开业典礼圆满结束。你们干什么？你们谁让你来的？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就是来买慕云纱。这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谁让你来的？我都跟你说了，说不说？没人让我来呀！我说，是苏家大少爷指使我过来闹事的，都是他让我来带的。那你告诉他，他要是再敢闹事儿，下一个就是他。给他找个大夫。怎么样，赔了多少？父亲切莫心急，新店遭逢雨害，损失实属正常。等日后我让文兴前去协助坦儿，定能挽回损失啊。盈利15000余两。我们苏家新店开业以来，从未有过如此业绩，你们不是算错了吧？今日开业虽有波折，但业已处理停当。张知州和许县令要的木鱼沙，我已经调库存，差人送过去了。好，韩儿，二叔说句不中听的话，今日虽有盈利，但这钱挣得离心离德呀，伤人逐利，无可厚非。但我苏家历代乐善好施，不匹定价，秉持公道。你今日为了挽回损失3倍抬价，虽属无奈，但是有违祖训呢。抬价是我的主意，跟谭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是没有想到，娘子研制出来的布料如此优秀，巧夺天工，所以临时起意就抬高了布料的价格，还请祖父见谅。你们随意抬价。还这么理直气壮，我苏氏辛苦树立的好名声，早晚被你们给搞臭了。公道不公道，算算不就知道了。均价刚好是1500文一批，与原来的定价无异，这是如何做到的？这其实是术数当中的概率问题。全江宁大概有21万人，只要有超过1/3的人参加咱们的活动，再将转盘7等分，最后得出来的均价大概就是1500文。其实是一个赌博，但是利用了顾客爱占便宜、爱凑热闹的心理，不太能够赌输。说起来真是非常有趣，我的几个朋友今天就被拉去拼刀刀了，啊，
既然没有抬价，就说明没有违反他们苏家的祖训。当然，一儿刚到他们苏府，很多事情不明白，你要多多帮助他。生意之道是学问颇深，你呢要好好的向你二叔学习，还要跟你大哥学习，千万不要骄傲自满。谭儿明白。好，时间不早了，大家都回去歇息去吧。恭送祖父。爹爹别急，祖父还是很护着我的，毕竟我是苏家孙辈中唯一一个会做生意的男丁。他苏檀儿再能胡闹，他毕竟是个女人啊，祖父不都让他多跟咱们学习吗？怎么了呀爹？给我准备碗水。准备水干啥？我要跟你滴血认亲，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蠢的个儿子？我哪儿蠢了？今日可多亏了姑爷，布行才能顺利开业，还在二房面前扳回了一局。还在想着屋顶的事儿？开业之前我亲自检查过了，绝对没有任何疏漏，所以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二房。他们为了争夺掌印不择手段，找人捅漏了屋顶，今天还找地痞来闹事儿。可惜卸下没有任何证据。证据？那个地痞就是个人证，更何况我们还搜查到了物证。这就是孙二虎的脚印，与我在布行仓库发现的一致。当时情况紧急，他根本就来不及收拾。当然了，现在的鞋印大概已经被他擦干净了。如果我们当时找到老太公对质，没准那个地痞还会反咬一口，所以不如就先养着他。那个孙二虎横竖是一个家贼，随时能抓，与其打草惊蛇，倒不如静观其变，这样还能利用他来探听一下二房的动态。敌在明，我在暗，是不是更有意思呀？我偷回独立营生，全家上下都盯着我，我又是一个女子，本就离经叛道，容易落人口实，你真的帮了我一个大忙，多谢你。千百年来，一个女子想要成就一番事业都不容易，只不过他们你们都没有认命。不认命？什么？你不是要感谢我吗？今天挣了那么多钱，提成。你这么落力帮我，是为了挣钱？我也不能认命啊！再说我又不多要，500两就够。500两，那都赶上闺女2年的月钱了。我一天就帮你家小姐挣了15000两，我才要500两，够可以的了。这要不给也太抠了吧。小婵，嗯，让账房提银两给他。多谢娘子成全，相公先告退了。小姐对姑爷可真是太好了。那可是我28年的月钱呢。姑爷今日颇不简单，还在老太公面前护住了小姐。哼，
过逞一时之能罢了。吩咐耿护院一声，让他知道该怎么做。是。姑爷，这是要去哪儿啊？这不刚发月钱吗？我出去逛逛。没有小姐同意，姑爷不得擅自离府。小姐是没同意，你同意不就完了？赖我，赖我，我给你准备了个小礼物，小娜。霸道姑爷爱上我，这什么呀？言情话本啊！你看的那些呀，剧情都太老套了，特意给你写的，好看着呢。瞅瞅，好看吗？嗯嗯。哎哎哎，姑姑爷，我没干嘛呢。好看不能多看，看眼睛里拔不出来了。不是，这小姐不是说让你看着我吗？你一看书一走神，我跑了怎么办？我跟着你不就完了吗？没有小姐的同意，姑爷不得擅自离府。辛苦你了，耿护院。应该的。哎，你知道在这江宁城里边还有什么比这些个更好玩的吗？你想玩什么呀？哎哎，想歪了，咱们可都是正经人。哦，那有。这不还是那个吗？那你想玩哪个呀？来都来了，就这个吧。蓝冰两位，李元庆。姑爷，这就是江宁一般老爷们儿听曲儿的戏法。
不错，不错。姑爷。哟，这位爷看着面生的很啊，不知道如何称呼呀？好啊。这曲子呀，是我们这儿的红牌，袁姐儿姑娘的拿手戏。公子不弱，到楼上雅间稍作休息，不仅可以欣赏我们江南的风光，我还可以让袁儿啊上来陪公子探讨乐理。欣赏风光就好，姑娘嘛，不必了。啊，明白明白，来，公子这边请。小二。这公子一看就是有钱的主，赶紧让锦儿上楼伺候。是。少爷，当真？真有此事，祖父，千真万确。哎呀，消息当真吗？嗯，大少爷正跟老爷说着呢，没那么简单。祖父，妹妹啊，万没想到，这宁毅的手啊，搭在袁锦儿的腰上，这二人半推半就就上了楼。这驿馆的楼上，可都是密不透风的雅间儿，这私密的很呐！大哥说的如此仔细，好像是亲眼所见一般。我就是亲眼所见呐，他宁毅就是如此荒唐，败坏家风之人呐！你亲眼所见啊？那你去过那个地方？啊，不，我这都气糊涂了，是下人看到的。祖父啊！我们苏家对宁立恒已经够宽厚了，咱檀儿也没有让他按照入赘的规矩日日跪着回话，捶腿敲背的伺候着吧。可他却不知天高地厚，骄奢淫逸，败坏门楣。这要是换做别家有如此放荡的赘婿，早就陈塘处置了呀。别说了，哎，檀儿，你自行处理吧。是，小陈，叫几个家丁。跟我去新门驿馆。请二位说话哎，先把那小脸儿扬啊，尊了声姑娘，你细听一个端详啊。咱二人来日在这儿先波浪。我们家姑爷之前被歹人所伤，他的脑子不行了。好，好，好，他的好。哎呦，宁少爷，杀！快，杀了，杀！哎呦，谢谢宁公子，这个宁公子唱的真是太好了。锦儿，快给宁公子倒酒。喝酒，来，哎，喝，喝，喝。姑爷没事吧？哎呦喂，好，倒的好。哎呦，锦儿，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啊，这穿堂风这么大，你万一把冤大头。把宁公子吹病了，可怎么办呢？那个，哎，滚，滚，嗯，记住一句话，嗯，跟姑爷混，嗯，一辈子吃香喝辣，嗯，要嘛有嘛，嗯，喝大了吧你，嗯，困了，嗯，睡，嗯，我帮您把他换了啊，快给宁公子换了，谢谢两位美女，老哥，我点首。Bad boy 送给这位美女，宁立恒。娘子，爹来了，坐这儿。这首歌也送给你。等等，快给小姐点一个暧昧。你哎，不想听是不是？娘子，你怎么走了？哎，我唱的好着呢，跟上。那我给你唱啊。宁公子，哎，宁公子，
人呢？哎，快说，老太公，我和姑爷确实是去了新门医馆。好玩，求老太公发落。你年轻的时候也没少去吧？一派胡言呢。祖父，你看他这目无尊长的样子，就宁毅所犯之过啊，必须得按家法处置啊。妹妹，这荒淫之罪，这陈塘啊。好，小陈，给姑爷点一个荷塘月色献给我舅哥。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了你守那皎白月光。祖父，你听他这唱的都什么乱七八糟，这都不堪入耳吗？这没想到一个赘婿刚立了这么点功劳，就如此这般对不起我们家檀儿，这也太……这宁毅毕竟是檀儿的夫婿，怕是檀儿舍不得呀。不如这样，给封休书将人赶出去也就罢了。哎呀，檀儿，这是你大房的私事，你看这样处置如何？祖父，看在宁毅为新铺立功的份上，莫要赶他走了。檀儿，你如此心软，这要是传出去，不如就罚他在家反省几日，再送到南德学院去吧。啊，就这么处置。南德，好啊。侯哥，你真太难得。切哥，上孝父母亲，下交子女爱，顾家有方法，爱妻无思念，可以烹佳肴，理应孝内务，无是非之乱耳，无不良之德性，妻子远庖厨，夫君扫厅堂，妻子三竿起，丈夫煲好汤。这位是苏家赘婿宁毅，他所犯的罪孽太过深重，确实令人难于启齿啊。大家要引以为戒，管好自己，继续自修。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能轻易，何似在人间。转朱阁，第七壶，照无眠。今又何，何时长向便是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残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